大家看我进了一家什么样的酒店啊？都就是选错了，哎呦，大家看看，可能你们就知道。这是墨西哥城的一个街心公园，市中心的一个街心公园。我有点不明白啊，他这车，他路是往这边走，他这车是往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开的，但是你这表面上车全是往这方向开，很难理解。我估计就是地铁。只要是过了那个十字路口，就好找了。这儿有点像加拿大的感觉。坐会儿，desde las 4.能进来，我以为不能进，不能踩，满大街都是人，进去转。这个墨西哥城啊，给我的感觉一点不次于上海。
汽车吗？这地儿真好，这墨西哥城，难怪那么多人啊，都来这儿都不愿意走。这上百年古建筑旁边就是这种摩天大楼，
昨天那地儿好，这边不是有个都反了，咱可买点啤酒吧。去那儿住，多取点钱啊，订个三天的酒店。昨天那地儿真的挺好，我不行，以后还是去那儿。你这儿好，这儿什么脏乱差。是的。好好。这儿有啥吃的？土耳其烤肉，哎，这看着还行啊。Yo creo que a mí me dan la linda, por favor. ¿Qué es eso? How much for the tacos? The pastor? Yeah. Yeah. The how much? ¿Cuánto cuesta? Okay. Es one for two. 18 pesos. One for two. For two. Yeah. Promotion. Two for one. Yeah. Okay. Yeah.
2 by 2. Okay.